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《身临其境》第三季，携手周涛、何冰、胡军等声音大咖强势归来。第一期节目一经播出，贾乃亮就凭借超强的配音功底登上热搜。节目中，贾乃亮为《西游记》选段配音，他一改往日幽默逗趣的搞笑风格，变身实力派，一个人为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沙僧三个角色配音，完美重现师兄弟三人偷吃人参果片段，展现了深厚的台词功底，让观众们赞叹不已。沙师弟，你吃的是什么呀？人参果啊。哈哈，悟净，别理他，你自己吃光了，你又来问谁？而在为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中任春旺一角配音时，贾乃亮又开启另一种模式，很多网友感叹贾乃亮竟然是一个宝藏男孩。缅甸失踪，尸体为食，一见血肉便极毒无比。贾乃亮因出演都市情感剧《北京假日》的木木一角正式进入演艺圈，此后主演的电视剧《大唐歌妃》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。凭借精湛的演技，他将剧中精通算术、胸怀大志的新科状元尹梦和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这部剧也让很多观众认识了贾乃亮，自此签约不断，出演了多部影视剧作品。他是《家有媳妇》中阳光帅气的大学哲学系老师满意，《最美的时光》中温润如玉的宋雨，《冰与火的青春》中外强中干的江燕，《生死桥》中外表孤傲内心脆弱的唐怀玉，《离婚潜规则》中有担当的王明轩。他也因扎实的演技获得第八届华鼎奖、中国都市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奖，以及安徽卫视国剧盛典年度媒体特别推荐男演员奖。不得不说，贾乃亮在演戏这条路上走得顺风顺水。而贾乃亮现女儿贾玲欣参加互动亲子真人秀节目，则让更多观众看到了贾乃亮搞笑的一面。节目中他和女儿的搞笑相处日常吸了一大部分，贾乃亮的综艺邀约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他先后参加了全员加速、来吧冠军、花样男团、哈哈农夫等综艺节目，观众们也为贾乃亮贴上了综艺咖的标签。就在网友们质疑贾乃亮不好好演戏，只会在综艺上耍宝时，贾乃亮登上了身临其境的舞台，向观众展示了他深厚的台词功底，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宝藏男孩贾乃亮，无论是在影视剧中还是综艺舞台上，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让观众看到了他不容小觑的实力，还真是应了那句“是金子，在哪儿都会发光”。小编也希望贾乃亮之后，无论是演戏还是做综艺，都能够一直专注、一直优秀下去，为观众带来更多好作品。咪咕视频独家策划。